总会长，州选举投票日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拍到你去张学友演唱会哦，你怎样解释哦？张学友演唱会是在8月12号晚上8点，前两个小时投票都已经结束了。还有8月11号晚上11点59分，竞选活动必须停止啊，这是选举委员会规定的，要不然我们违规了哦。难道我们要让这一个在野党赢得这个席次不成吗？可是你带 girlfriend 去看我。 girlfriend? 哈哈，那个不是我的 girlfriend， 是我的 ex-girlfriend， 现在没有了，是 ex-girlfriend。 这样子你的老婆 OK 没有哦？你这样子啊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就把这个照片然后发给我老婆，你说魏家祥的 ex-girlfriend 非常漂亮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啊。总会长，这个州选举你很得空哦。得空？得空？这样你应该很厉害，唱张学友的歌，唱两段来听。你知道吗？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意吧？好多话说不出去。